下雨也阻挡不了我们赶集的脚步。大家好哈，来到我们丹东的温泉小镇东塘镇，赶上今天这里是集市，咱们就逛一逛雨中的东塘镇大集市。雨中大集，哎呀的，四个菜一块，下雨还受影响，人少了很多。这是小河鱼，这萨里布是最好的。这怎么卖的？这个五块，这个是25，这萨里布。萨里布的哈，你有最好鱼。沙里布，你照一下看，4天8顿，这种的25。鸡蛋都盖上，鸡蛋都怎么卖的？押金拿上1.3块。映山红，带根儿的。露脸子了，行。开花的，马上就开了。你看这映山红，马上就开了。这怎么能种上去就长？这得告诉一声，这带根儿在了。对，这怎么卖的？带根儿在的，10块钱一对。你像剩的这样怎么卖？这样是1块钱一把，一个里6。啊，道边这小车特别多，这也是卖鹅蛋的，这鹅蛋大。你这怎么卖的？4.5块。啊，这个爷们卖的这是羊肉吧？哟，这是羊肉，羊排那怎么卖的呀？30。羊排30啊？羊腿呢？都30。啊，都30啊？大头的。卖水果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大公鸡。现在公鸡怎么卖的？16。卖鹅蛋特别多，这鹅蛋3.5块。那鸭蛋怎么卖的？鸭蛋这几个就是熟的，要拿就2块钱。熟的啊？熟的拿回吃吧。那小葱怎么卖？小葱就2块钱一打。2块钱一打，自己家的哈。自己家的。这鸭蛋怎么卖？鸭蛋2块。2块钱。多拿就便宜点。这是小根蒜哈，这怎么卖的？6块钱。这是新挖的呗，现在就能挖了。现在就有了。我的天哪，头8月头2礼拜就有。这是少的呀。那是荠菜还是什么？俺不叫干地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荠菜。那都怎么卖的这？8块。6块。对，6块这8块。嘎那根全国都是一样价，全是找哪人家都是叫钢的根。还没有第二个名。来不了。钢的根。到哪都是管它叫嘎的根。嘎的根。嘎的根。给我来10块钱这个。10块钱啊。啊。10块钱称这么老多。都7块是吧？10块钱买这么老多，确实不压秤啊。小土来，他买2.40的。你怎么卖的小土来？我也不能买那么多。这是买一元行。这是什么编的？这是20块钱给我拿一个。我这不是辣条，是啥干的？这买面条。就要这73岁变成一块那么压，嘎条的，有点像工艺品。你看，那是25，25一个。